一条落山的时节啦，准备讲两下非常个凉爽的时节吼。啊，他是讲嘿，准备讲非常轻松，做不了任何的轻松多元的节目。啊，这节目上来去实在不容易介绍到的。啊，准备讲前一段呢，前一阵子非常流行这个谢金燕啊，谢金燕唱什么歌？小朋友知道吗？姐姐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我们青春歌友协会里面的四位学员就迎来。青春洋溢，要把这一首舞把它跳出来。我们朋友们这么热的天气里面，他们觉得跳下来的时候一定都是拍欢拍笑欢，所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四位学员的表演，姐姐。分别有我们的理事长胡玉玲小姐，以及我们的晶晶，还有我们的美琴，还有我们的林凤娇小姐啊，带来的歌曲，带来的这个舞蹈，谢谢。你说 I love you， 要跟我浪费，谁管你什么才能配不配？姐姐，不要叫我，叫我姐姐，我只是放空，眼神没有呼吸。你说 I love you， 你在多少几次？爱自我颠覆到你的世界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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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台语歌、客家歌，还有跳舞，还有民族舞蹈以外，我们还
唱歌哈，微微安排介绍到有我们六位的学员，微微安排介绍到的这个首日本歌曲呢，叫做《红色手机》，我们请学员陆续进场好吗？我们掌声来欢迎他们。